吃萝卜，你吃萝卜心肠，这少数多多，因为太多营养。凡是萝卜也拿上跟心想，总是吃多多，萝卜干的营养。秀场天王当年呢，只要有这个菜头哥的表演，那不得了啊，太好看了，哦，没啦，哦，我跟你讲，人不能提，你讲，不提当然有，不提可以讲，我先来哈，啊，你不提，你又把它写在身上是什么意思？是秀场天王是还好啦，但是我跟你讲哦，我现在是重新学习，人活到老学到老，好，我刚才看那个。沈玉玲在表演，我非常有信心。哦，怎么说？真的，看，这样就可以。他没有说这样就可以。他说哦，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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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请大根，而且这首歌是大根写的，先不要，有没有看到？才华，先不要。这年轻的几个里面啊，我觉得大根的才华是最棒的，对对对，他修掉内心里面的棱棱角角，因为艺能界里面，你只要有一点小心眼啊，这细节其实大家都看出来，是对，他是城府最深的一个孩子。深我就注意注意。那今天你就配合大哥好好演出这一段，没有，我来配合他，真的吗？对，我配合他，你真的一定要配合他，因为唱歌什么哈，写他写的吧，没有，我一定要，你等一下就看一下，我是怎么都是在配合别人，都是老，什么叫做老二哲学？好，哎呦，你想看一下，我们红花也要绿叶嘛，一定要，对不对？感觉绿叶也是很重要啊，是不是？但是今天这一盆呢？他偏偏是仙人掌，只有叶子，没有。好，两位好好表演，好不好？菜头爱喝菜头汤。吃萝卜越大根越吉祥，种类有很多，萝卜干也营养。都不要炒，让我来搅，放两块排骨，半条萝卜刚刚好，加调味料，这很重要，高汤老姜鸡粉盐巴都不能少。为什么大家都这么爱喝那菜头汤？因为喝完脑袋可能不会这么强，真正好的萝卜要怎么挑那才是棒，让秀场天王菜头大哥亲自跟你讲。拔萝卜，拔萝卜，嘿哟，拔萝卜，老太婆，快快来，哇呀，我们拔萝卜，拔萝卜，这好处多。今天就在现场，一五七点四，一五七点四，他一出手一下子就像是拔萝卜，拔萝卜，拔萝卜，老太婆来拔萝卜，快快拔萝卜，拔萝卜，越大越吉祥，得了更多，越大越吉祥，我们是萝卜，你是萝卜心肠。少数多多，因为太多营养。我们是萝卜，也拿着变吉祥。从这次多多，萝卜干的营养。我们刚才在排练啊，我有一个侧翻，哦，又侧翻，啊，
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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